干什么东西？有种上来啊！不敢就说嘛。啊 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方块世界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各位一定非常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画面颠倒了？因为呢，我把它转过来了嘛。啊，抱歉啦，糊弄了大家一下子啊。那个今天呢，我们呢来到了这个第九集哈，我们呢这一次呢准备要往魔法，你们没有听错。哦，方舟方块居然里面有魔法系统 ，magic 啊、哦！我其实后来发现有魔法系统还蛮讶异的、啊，没想到说，哎，这个游戏居然可以施展魔法啊、哦！只是我还蛮好奇它这个施展是怎样的施展啊、哦？有那个魔法工作台啊，以及什么诸如此类的，好不好？那么在这个影片开始进行之前呢，啊、哦，一样也是希望各位呢动动你的手指，按下你的喜欢，或是分享。或者是留言，或者是订阅啊，感谢各位啊，非常的感谢，好吧？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开始就是准备我们的这个步骤哈，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个魔法工作台给做出来。那我记得我们之前呢，有一直在关注这个传送门这个部分，我们待会把它做出来看一下好了。它好像据说不是传送到任何地方啊，它好像是可以去这个什么，它里面就有叙述了嘛。可以传送到博物馆，博物馆里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生态，我可以在里面得到了很多认知，比如说、啊、在哪个地方可以遇到什么，好像从这个地方都可以知道的样子吧。OK， 那魔法箭矢我们上次也做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开始就是往这个魔法工作台这边开始哦。有看到哇，闪光魔杖感觉好屌哦，那干嘛？可以用来采集资源或攻击敌人，然后这边有个木质魔杖。啊，只要是关于魔杖的，我们都学一学。哇塞，学徒魔杖是怎样使用各系魔法？不要小看它的威力啊，感觉很猛的样子啊！这是什么？将魔石，魔石是什么？或者魔法木等材料放入以激活护盾元素之力，将保护一定范围的自然不被破坏。哦，这个是保护盾哦，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魔物这样子啊，这个嘞。魔法鼬的鞍，这是念鼬吧？是不是？哦，这是他的鞍啊，这个应该在魔法森林才遇得到，这些应该都是魔法生物啊。哇，这还有什么？哇塞！我觉得今天光是玩这个，应该就可以玩很久了。召唤僵尸叫召唤什么了？可是我们没有材料啊，我们要去魔法森林，才有办法获得这些物资。冰长矛，寒冰矛，感觉很强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把工作台做出来。魔纹木，魔纹树皮。魔法纤维，太棒了！我们真的要去一趟魔法森林了。啊，逼不得已，我们只好去魔法森林了。今天这一集应该就是魔法森林了，好不好？已经就是了。好，我们先稍微补一下水水。啊，我这样讲会不会很讨人厌？我们要来补补水水哦哦，来。啊，水水补补满满，窝窝门门准准备备出出发发，我觉得要揍我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们走吧。我那什么，我靠，这么大一只的巨蜥啊！巨蜥在这个世界的功能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就是承载物，承载一些道具，然后可以移动吧。可能应该是跟一般的方舟一样，就是生存进化那样子，一般的那个堡垒之类的。哎，对，我们还没看博物馆呢、欸啊，算了。博物馆回来再看好了。哦啊，这旁边这些看起来有点诡异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而且我好像看到前面有生物在动，其实这边蛮危险的，我觉得。哦 ，Holy shit！ 哇哦，怎么会有骷髅啊？靠！幽灵狼，完蛋了，实在不太妙，打点骷髅，咬死你！哎呦哎呦哎呦，挥我嘞，挥嘞挥嘞，很会是不是？那哦，魔法核心骨头灵魂沙不错哦，还可以获得一些材料哎啊，这个灵魂狼可驯服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魔法箭矢啊。我们现在魔法箭矢没办法制作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魔法箭矢所需要的材料是魔法果酱、魔法树皮、魔法封魔石。封魔石要打谁掉啊？算了，不管了。还有僵尸哦，僵尸。僵尸不可驯服，我很怕有东西突然冲过来咬我，让我来射射。欸，不对，我们现在所装备的是麻醉箭，一般箭矢伤害应该会比较高啦，依照我的认知是这样子啦，好
吧？哇，来啦，32级，我有，打我才14D 呢，14D 而已啊，咬死你，啊、死掉了，啊，掉腐肉哎、欸，呵呵。好，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的在这边稍微看一下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魔法果酱这样子获得哦，来来来来，洗的。上面那个什么鬼？不可驯服，狼人啊，有狼人！哎呦，宝箱也好想捡了，会不会被狼人烤啊？这个狼人不能驯服哎，呵呵，这什么？哎呦，丧尸之心哎，抱歉了，打扰了。等级二的，来呀！我是有在怕你是不是？啊，他会不会生气？哎，居然跑掉了！不管了，跑就跑，谁稀罕？干什么东西？有种上来啊！不敢就说嘛！啊，真的上来了！干妈的，吓死人了、啊！哇塞，惊死呢！这个在玩恐怖游戏吗？啊，你说这是不是恐怖游戏？啊，怎么才一个而已？我的天啊！我们可以做魔法剑士了。可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些东西都是不能驯服的呢，啊，可不可以做魔法剑士啦？我的魔法剑士树皮魔纹树皮，打这个怎么感觉敲不出来啊？直接给黑暗木呢？不管了，我们先来看工作台所需要的材料啦。魔纹木，怎么办？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怎么获得啊？哎，这幽灵狼好恐怖哦！跑去哪里？哇，霸王龙哎、欸，嘿嘿。然后我们在上面没有办法那个，没有办法用那个探照的那个方式去探照霸王龙，这个也没得抓。我觉得我们别想太多了，我们来这里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哇，这又是另外一个区域了、欸，这边没有名字吗？嗯，什么声音？史莱姆。等一下，这才是魔法森林。那、啊、这叫什么？黑暗森林。哎，我现在原来这样子啊，我搞错啦。好哦，耶、yeah, ！终于啊，好开心啊！可是我很怕遇到生物，我怕我没有办法回去。去死吧，去死吧！哎呦，其实还蛮弱的，说真的，把他打死会获得什么？哦，魔法核心，他们会不会主动攻击啊？他吃什么东西？食物放到最右边，我谁知道你喜欢吃什么、啊？腐肉是不是？这家伙搞不好吃魔法核心，哎，不对哦，既然在这个地方生存，居然也不是吃这个。这家伙居然吃肉，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，把史莱姆带回家也不错啦，看起来蛮可爱的。嗯，不过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分泌出一些类似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啊，到时候一定会有一台机器是需要给它来发挥作用的，一定是这样子啊，好不好？捡起，哇！原来我可以戴在头上啊，有点恶心哎、欸，算了，把它放在，可以放在这里、欸，哎呦不错哦，是这样吧？哇，好帅哦，这个颜色，我还蛮喜欢这颜色的、欸，这配色好棒哦。学徒魔杖，寒冰矛，魔光魔杖，他说这个是可以拿来采集，是不是？要飞马脚。这游戏还有飞马哦，飞马流星拳吗？寒冰之剑。哎呦，魔爪镐，巨二爪才可以做一把魔鼬掉落的这个。哦，那是念那哦，那是巨鼬爪，不是巨二啊，那个字太急了。哎，有这个镐子会不会以后开采会很快啊？不晓得、欸。哦，我们还有这个，我们需要雷魔石跟石英，我们待会看有没有机会弄到石英，没有就算了，因为这种东西不好找啊。然后火魔石也不知道怎么弄，没关系，我们初级学徒魔杖，初级晶石，我没有晶石啊，难道说还要再往后制作吗？木质魔杖，哎，木质魔杖，我记得好像是拿来当采集啊，我懂了。我们需要这些晶石，需要去矿坑里面采啦。矿坑里面可以采到这些晶石，这些晶石可以让我们来当做这些魔法的材料啊。这些晶石在地底，好，我们先来做一把好了。
啊，先让它乖乖放在这里吧，不要乱动就好了。不要我一回来，我东西全部被你吃完啊！我觉得打爆你的小龟龟啊，绝对打爆你！帮你设中立好了，你不犯我不犯你这种模式，你才不会 man 啊！被咬了还不会懂得反击。好，你们看，这边马上就看到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个啦，就这个啦，这叫什么？金水晶方块，呵呵，来弄死你！哎呦，原来是这样搞哦！我吸吸吸吸金大法，哎，阿巨星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是想要成为我们的伙伴吗？50级，抱歉啦，我能力不足，不能娶你啊。啊，等我以后啊月入数10万的时候，我再来娶你啊。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，对不起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准备去抓幽灵狼了哈。那我抓幽灵狼的话，我会比较想要就是该怎么说？我会比较想要就是把它引到地洞啦，不然的话它乱跑，其实那边已经够危险了。你还在那边让他乱跑，其实真的是很危险，真的是很危险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只几等？15级，21只箭矢 ，OK 吧？哎、欸，靠背啊，原来我们的朗朗在这里啊、哦。挑一只等级低的来玩好了、啊，7等，我们挑这只等级7的，好不好？看，赢到2只了，有点小尴尬。有没有2只都下去啊？其实也没差啦，2只都下去，我也杀掉一只就好啦。Who care？ 干三角龙，你冲啥？低能呢？三角龙，你是吃饱太闲了、哦？三角龙，你好的不学学坏的是怎样？为什么好的不学学坏的？我靠，有点痛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他们在咬三角龙啊！打得好，打得妙，来打得呱呱叫！我靠，要撞到我了！那只月月会不会死掉？哎、欸，结果是他死了，该太屌了吧？有那么强啊、喔？嫩，呜，来，嫩，结束，大功告成。然后这个还掉宝箱，有没有看见？走开哦、喔，令北今天心情不好哦、喔，你不要在那边弄我。等一下。我们这个到底有没有驯服作用啊？还是我做错了、啊？魔法睡眠剑啊，对啊，啊他是睡着了还是坐下了？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呢。你再这样子，我就要把你射死！哎、欸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只剩我跟你了。只剩我跟你们了，就这样子吧，太棒了。OK， 我们接下来呢，啊，就快要驯服成功了。我们这一只7等的快要起来了，太棒了。啊，我们这一只7等起来之后呢，我们顺便也等这只15等好了。哇，我们将有2只月月呢，啊，双一箭双雕，哎、欸，其实也没有一箭双雕啦，我抓的还蛮辛苦的，我觉得。Yeah。月月入手了啊！这个为什么还在啊？可以直接骑乘，哎、欸，不要再震了。上面的可以停止震动了吗？我已经有点头晕了。我说，哇，月月可以直接骑，哎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等另外一个醒来，好不好？还是我们先出去了？那只就不要理他，反正那只等一下也会醒来。哇，哎、欸，我整个一进去，我也变成透明的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什么功能啊？右键是狼吼，狼吼。1000多的血量，这个血好多、哦，但是它附身有点低，被我搞得有点重，所以它移动速度超慢的吧？攻击多少？哎、欸，可是它感觉看得出来，它的负重快要到极限了，但是它还跑得很快呢，还跑得很快呢。霸士吸剑，这家伙没有吸剑的功能，攻击不错。哎、欸，这是 bug 吗？为什么我已经走那么远，还要听到吱吱吱的声音啊？我不管，我要重登了，我管他的，吵死人了。
好的，我们成功抓到了我们的月月哦。刚刚那个吱吱声实在太吵了，我直接重登了。哦，那另外一只食物等会不会消失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反正呢，不管了，我们有一只就很好了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上去会直接变透明，是意味着我也会跟着变成幽灵，然后对方看不到我的意思吗？好吧，我觉得我们影片今天先到这里结束了哈。那今天呢，一番波折，我们终于获得了一只小朗朗。好，然后现在是晚上啊，比较黑啊，各位请见谅。好，那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记得啊，我们这个右下角那个喜欢，左下角个订阅或是留言或是分享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我们下一集啊，方舟方块再见面了，拜拜。